各位早安，我是大秦，今天来讲一个前阵子更新的东西，就是世界移动服务。这个东西呢，是可以让懒人发挥到极致的东西，可以想象成是活动版的洞穴移动卷轴，就是这个是旧版的，旧版的只能移动到特定的区域，虽然它的区域非常非常的多，有些地方本来是要解任务才可以进去的，然后使用这张卷轴以后就可以不用解任务。例如天津艇洞穴一楼，或是泰雅古代神殿二楼，这些都是需要解任务才可以进去的，但是直接用这张卷就可以飞进去了。那我们先测试一下这张卷。天津艇，这里榻榻米迷宫，然后就飞过去了。好的，这里就是天津的一楼，是旧版的瞬间移动卷，可以飞到这边的。然后新版的呢，各位最近打卡应该都有收到这一张世界地图移动卷。然后我们要开启我们的世界地图 ，Ctrl 加波浪，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地图。我们正在天津艇的一楼榻榻米迷宫。然后左上可以选择各个世界地图，像这是原版的，当然还有其他的，例如什么莫斯科啊，还有德瓦塔之类的。对，像我们一开始用的这一张，它只能到天津艇的一楼。传过来后，我们还是必须走这个不知道怎么走的迷宫，对，很麻烦。你看这里还可以穿墙之类的，如果没有攻略的话，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走。所以我们用这次新版的世界移动，直接开启我们的世界地图，点一下天津艇二楼森林战场，然后点一下它的地图，这里有个 MOV move。点下去之后呢，它就要你选择消耗猕猴桃或是世界地图移动卷，那我们就选择世界地图移动卷，点下去就直接到二楼啦，当然三楼也是可以的，这是不是蛮方便的。那我们再前往其他地图看看，来，这次我们选择的是优佩雷斯三楼中心部，就是这里，它有两张，这张应该是铁匠转职的，所以它没办法移动，所以我们要选择第二张，这个就是被斯波的所在地，来消耗猕猴桃好了，不用解任务，直接上三楼。哇，这怪好像有点强。好，逛个街，看看贝斯波在不在。再来我也打不赢。这边是属于120等的练功区域，所以如果你不想要人挤人的话，这边是一个蛮好练的地方。喂，快跑！那我们再到其他地方玩吧。这一次我们去达纳托斯塔台。哇，达纳托斯呢，在上三楼的时候需要凑满五个人才可以上去三楼，可是有了这个东西，我们就可以马上就上去。我们选个绝望好了，绝望是哪一只？好，这一只。我们就上去11楼看看。小号猕猴桃，哇哦，所以这一楼都是这种奇怪的天使啊。所以各位想要打兽诅咒的印，或是哥夫内装备，甚至是其他材料，都可以直接传到石塔上层，就不必再凑满五个人了，超方便。那我们前往下一个地点，
彩虹高塔，这是以前的练功区。然后这里有一个火焰洞穴，火焰洞穴有个火焰盆地，这也是要解任务才可以进来的地方。那我们就飞过去看看吧。哇哦！这边呢有一些莫罗克的小王，也是伊甸园看板的怪物。然后这块地图的左下有一个船点，就是这个埃克拉珠移动机，这边就可以直接移动到埃克拉珠皇宫。有没有觉得这边很熟悉？这里就是领取皇宫 buff 的地方。对，我们走到是它的后门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可是这个传送啊，没办法在无法瞬间移动的地方传送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回程到一个可以瞬间移动的地方。回到艾尔贝塔，那我们到下一个地方玩吧。接下来我们去莫斯科，莫斯科三楼其实也是需要解任务才可以进去的。我们一样消耗我们的猕猴桃。这块地图有一只王叫青冠龙，然后这边有只小怪的卡，非常非常的值钱。对，就是这只森林妖精，它的卡片非常值钱。卡片效果呢，就是咒术，哎呦，吓死我！怎么在下面？吓死人了！他的地属性攻击，呦，快死！可恶，这怎么会那么强？偷吃个圣凯打他好了，然后他会地属性攻击，是个地抗。偷吃个终极料理好了。哎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放个泥沼，来冰进来。哎，他也放我泥沼，那个直火属性漩涡。这个，打六万，打六万，啊！对，他地属性，他地属性，来，拨回，拨回，补一下，补一下，好，存满我的精华。1、2、3，来，我们再来决战。喂，先晃你一个，哎呦，被放泥沼了，没事，我也放你泥沼，冰一下。
我已经分不清楚哪个泥沼是我的，哪个他的了。三，来个属性漩涡。喂，一个，赢啦！好吧，他也没有特别强啦，因为火本来打地就比较痛。赢了，那我们到下一个地图去看看吧。下一个地图是虫洞，好了，我们去虫洞。虫洞在哪里？哎，这一边虫洞。隧道是不用解任务，然后虫洞的一楼跟虫洞的二楼，嗯，这样讲好了。一楼的怪掉落的是甲虫卡片，而且快偏弱。然后二楼的怪会掉黄金甲虫卡片，这边的怪变得很强，所以我们到二楼去看看。哦，打了7万，好像可以哦。哎，这里是王属性哦。所以这边混乱，所以这边怪物都是小王属性。对耶，顺烧，83万，99999，水哦，我快死了，补血，再一个好了。蛋没有欸，我以为蛋也是欸。分儿，喂喂，差一点差一点，我被打一下就快死，这里怎么那么难打。黄金甲虫卡片是一张非常好用的卡片，而且在以前卡册还开不到的时候还蛮贵，但是现在已经被量产，所以这一边也变成了时代的眼泪。比较，91万。那是不是直火就可以杀他们？直火，直火，直火！我又被飞，我又飞呀！好痛啊！可以这么痛呢？好了，那我们前往最后一个地方。我们要去的是火山岛，这边我根本连任务都不知道怎么解，反正都没去过嘛，那就出发吧。野猪、蜈蚣，还有一只，蜥蜴。好，我已经知道下一个要让主委模仿什么生物了，很好很好。喂，这边好刺激哦，可是怪没有很强，你看那个摇头，左右左右。那一只是，让他，不要过来不要过来。又有王可以打了。